剛才我看到很大隻蟻，知不知道在地下那裡？我說你不留意，你不留意動物，即是你不留意小動物在地下那裡。有些印度教徒或者佛教徒，他們不想殺生，就會經常留意地下，就以免踩到小動物。但是呢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呢，如果你要自衛，即是你不是那些你不是那些佛教徒或者印度教徒，你沒有什麼戒殺生的宗教，都要看著，都要留意一下，是吧？毒蟻來的，那不是只有一隻蟻，是吧？如果有一隻蟻是群居的嘛，有一隻通常呢它都有同伴的，那你看看地下有沒有被東西壓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是吧？那你要留意的嘛，小隻東西，是吧？我在這裡附近呢聞到很大陣 Citronella 的味道。 Citronella 呢照理就應該是驅蟲的，但它雖然是有那麼大陣味，但仍然都有昆蟲出沒的，真的。我在想為什麼，真的很奇妙，大自然。我看到有隻巨蟻，大蟻在那裡走，在那裡爬。喂，你行山留意一下好啊。有些时候是的，你如果一个不觉意踩到隻黄蜂或者什么蜜蜂那些，你踩到它跟着呢成大扎蜜蜂拥围你那里往你寻仇。有阵时想一下，蜜蜂识飞嘛，蚁蚁不识飞。如果你平时就咁行山经过呢，蚁就你好容易可以避到它。但如果你是露营那些，啲蟻啊，趁你瞓著咗嘅時候咧，趁你病攞你命咯，咁啊死啦咪！多啲留意一下啲嘢，只嘢喺我左邊，你知唔知啊？真係啊！上次睇嗰只類似係蝗蟲咁嘅嘢，可能係蚱蜢嚟嘅，啡色嘅，好似縮小版嘅。我喺即係生物學堂懟冧咗就。處決了那隻蝗蟲，它是縮小版的，但看那款好像斜一點，可能是炸蜢都不定，就啡啡地色的啡色的跳了在我就是袖上面，那時候桃紅色的袖跳了我上面，跟着跳走了。我看著它一定沒錯，都是我左邊，所以你們弄了什麼東西來玩我呢？等我试下贴住我右眼，只得翻左眼喺度睇嘢。到时你就知味道。边个话我右眼唔系？边个话我左眼退化咗好多，得翻只右眼系咩？边个乱噏廿四系咩？我睇下咪知咯，系咪？你试下咪知咯。都未试过乱噏廿四。你咒我一定还翻俾你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千祈唔好乱咁咒人啊！即是你是有根有据的，都盡量不要說，知不知道？真的。